韩国的派友真的非常积极和充满活力。就在上个月的9月16日，韩国的派先锋在浦项举办了一场会议。尽管当天下着雨，但这并没有阻挡韩国的派先锋们，因为超过100名派友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着 派Network 的未来。除了韩国的派友这么给力，越南的派社区也非常的棒，特别是在实体商店接受派币支付的领域。现在在越南，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积极的接受派币作为一种创新的支付方式，其中包括了这家咖啡厅。这不仅仅是支付方式的革新，也是 派Network 在越南蓬勃发展的象征。大家好，我叫小轩，这期影片小轩我为大家收集了3个派币的新资讯，让大家知道近期派币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或知道的消息。那在影片开始之前，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 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第一个消息更新，10月派币基础挖矿速率调整。那么我们再次迎来了每月的基础挖矿速率调整了，这次的速率调整由原本的 0.0101105 现在已降至 0.0095401，这次的降幅为 0.0005704， 下降数值为 5.64%， 比前次的调整的 1.46% 幅度还要多 4.18%。 那如果您不知道为什么派币每个月的挖矿速率会调整，这是因为在2022年3月1日派项目方正式实施了基础速率 base rate 的调整，并且每月进行一次降速。而每月的基础挖矿速率调整是为了确保派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如果未来更多的人参与派 Network， 那么派币的速率将更频繁地进行调整。也许会有一天，派币的速率会每小时、每分钟，甚至每秒钟都在调整挖矿派币的速率。所以，趁现在还能以每个小时 0.0095401 的速率挖矿派币的话，就要好好的珍惜这个高速挖矿的机会。因为在未来，尤其是在开放主网后，更多人参与挖矿派币，一定会导致挖矿速率下降的更快更多。那如果您想挖矿获得更多派币，有许多方法的，比如可以探索派币生态系统，可以通过浏览派币生态系统来获得更多的派币，参与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活动，例如参与社区讨论等，都可以增加你的派币收益。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搭建节点，节点对每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维护 Pi Network 的安全和稳定性。所以要是您通过搭建并运行节点，您可以获得额外的 Pi 币奖励，同时为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做出贡献。总之，想要获得更多的 Pi 币有很多种方法，但应该要选择适合你的方法。那想要了解更多如何获得 Pi 币的方法的话，等下您可以观看这几部影片哟。第二个消息更新，越南咖啡厅接受派币作为一种支付方式。在越南这个美丽的国家，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接受派币作为支付方式，其中包括了这家咖啡厅。那么小轩，我在网络上看到别人说，这家咖啡厅位于越南中部省会 Warm of Wat， 是当地居民和游客常去的地方之一。这是派友在越南的这家咖啡店里展示使用派币来购买咖啡的图片。现在这家咖啡厅已经加入了 Pi Network 的行列，允许顾客使用他们的派币来支付咖啡和其他美味的食物。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成为当地社区的热议话题。因此有许多人都激动地尝试了这一全新的支付方式，并发现它既方便又安全。不仅如此，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派社区成员和数字货币爱好者前来品味这家咖啡店的美味佳肴。而且使用派币可能还可以享受到一些折扣和特别优惠，吸引了更多还没参与 Pi Network 的人前来品味咖啡厅的美味。之后这些还没参与 Pi Network 的人一定会好奇什么是 Pi Network， 然后就会去了解这个 Pi Network 的项目并参与进来。到时候这个咖啡店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咖啡店，它也成为了社区聚会和知识分享的场所，吸引了各种背景的人们一起探讨数字货币的未来和创新用途。如果未来大家到越南旅游的话，一定要到这家咖啡厅支持一下。此外，小轩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采访这家咖啡厅的经营者，咖啡厅的经营者他对 Pi Network 持乐观态度，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举措，也是为了迎合年轻一代数字支付的需求。这个例子也鼓舞了其他商家考虑接受 Pi Bi， 进一步推动了 Pi Network 在越南的普及。目前 Pi Bi 正变得在各个地方都非常受欢迎，它的广泛采用和增长似乎势不可挡。小轩，我看到 Pi Bi 在越南作为支付手段获得接受，真是太棒了，因为这显示了 Pi Network 这个加密货币在现实世界中的可用性和不断增长的采用，这是实现 Pi 成为广泛接受的日常交易数字货币更广泛目标的积极一步。对于任何加密货币的成功来说，这种发展至关重要。小轩，我看到 Pi Network 在这个方向取得进展，真是令人兴奋。总的来说，越南咖啡厅接受 Pi Bi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展，因为不仅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新的支付选择，还为 Pi Network 的未来增长铺平了道路。这也反映了 Pi 社区们一直在为 Pi Network 赋能，为用户创造更多实际应用场景的承诺。此外，小轩，我也想补充一些关于 Pi Network 的更多信息。 Pi Network 是一个由独立个体参与的新型加密货币项目，它不需要像比特币那样需要特殊硬件或高电力消耗。 Pi Network 非常适合广大人群参与，用户只要有手机和网络就可以通过手机挖矿 Pi Bi， 而且 Pi Network 采用了创新的安全协议，确保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最重要的一点是， Pi Network 的社区不断壮大，这有助于推动 Pi 成为一种全球性数字货币。所以我们可以期待看到 Pi Network 在未来继续不断壮大，并获得更多实际应用场景。第三个消息更新，韩国 Pi 社区举办了一场 Pi Network 会议。韩国的 Pi 友真的非常积极和充满活力，他们经常都会举办各种活动和聚会，旨在促进 Pi Network 的发展和社区的凝聚力。而在上个月9月16日时，韩国的 Pi 先锋在浦项举办了一场会议，尽管当天下着雨，但仍然有超过100名派友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显示了韩国派社区的热情和团结，他们愿意亲自参与到项目的推广和发展中。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涵盖了各种主题，派友们共同讨论了 Pi Network 的最新动态和未来发展计划，他们分享了关于如何推广 Pi Network 鼓励更多人参与的创意，以及如何在本地社区中推广 Pi Bi 的实际应用。参与者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提出问题，并与其他派友建立联系。这次聚会不仅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同时也增进了派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还加强了他们对 Pi Network 的信心和信仰，而且这种互动有助于扩大 Pi Network 的知名度。此外，在会议上也提到了 Pi NFT，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因为 Pi NFT 的推出标志着 Pi 社区对数字艺术和资产的重视，也为创作者和收藏家提供了一个创作和交易的平台。 Pi 社区成员可以通过 NFT 展示和销售自己的数字创作，这不仅有助于推广 Pi Network， 还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收入来源。总的来说，这次韩国 Pi 友举办的会议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团结的活动，展示了 Pi Network 社区的活力和奉献精神。而且韩国派友的会议和 Pi NFT 的推出都是 Pi Network 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事件，因为他们有助于推动 Pi 的发展和社区的壮大。小轩，我认为韩国 Pi 社区的积极参与和创新精神将为 Pi Network 的未来带来更多有趣的机会和可能性，因此小轩，我非常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聚会，因为可以促进 Pi Network 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普及。OK，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